萬動議棚仔未來發展。其實咧，我哋喺呢度咧就啊，跟住食衞局局長嚟個新組部，我哋都有一個訴求，希望食衞局對喺個承諾佢嘅諾言嚟新組部棚仔，因為喺嘅2017年嘅時候，食衞局啊呢、這個陳肇始啊支持衞都局長之前已經係跟住嚟咗我哋棚仔去呢、這個啊黃區睇嘅，但係今時今日佢未。未去過棚仔，我哋希望爭取嚟到新組部，亦都希望嘅局長真真正正實踐睇嘅睇清楚民間方案，希望呢個局長係落地啲嘅官與民商討未來咁樣。咁我哋棚仔有一個訴求，咁啊希望真係以公子棚仔嘅，我哋希望比較有好啲嘅未來發展，亦都俾我哋棚仔有一個好啲嘅搬遷安置嚟嘅安排咁樣。阿波會產，我會產，請阿波會產爭取我入獎獎獎勝賽，我會產會場，大仔先鬧想請阿波會產，會長想請阿波會產，局長頭先局長講咩啊？剛才就跟局長說我們希望局長有傾有講這個就為棚仔的未來去發展希望呢就是這個搞好個時鐘基地的不是只搞好個時鐘基地希望我們棚仔上游和下游都希望處理好這樣跟政府我們要求政府呢就將所有的報反安置好有傾有講咁樣都係講呢啲嘢咯。佢有冇應承到日期嗰啲啊？佢冇應承日期，之但係佢應承肯同我哋傾咁咯，嗬。